今天的主题是意念天，或者叫天随念。在开始禅修之前，你可以选择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是拉筋，配合做几次深呼吸。禅修一开始的时候，你所带进禅修的态度跟心念，它常常会取决你那一个坐程它的氛围。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一个充满信念的心，知道说，在忙碌的混沌的人生里面，很少有一个机会你能够在清醒的状态刻意的去开发某一些活动，刻意的去断除某一些习惯。甚至是可以在一开始静坐的时候，抱着对于佛法的前进的信念，虔诚尊敬的信念。你会发现到，当你是带着一个虔诚尊敬的信念在禅修，你从你的身体内在或者是心理内在能够攫取的能源，那个滋味是不一样的。那主观上面的呈现可能是特别的亮丽，特别的清新，特别的饱满，特别的有振奋力。原始佛经里面有提及到所谓的意念的法门，所谓的随念，传统上的讲法有六种：佛法僧、戒师、天。这个天的随念大概是最少人讲的。这个意念的法门或者随念的法门 ，anusmriti，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于透过对于某一个主题的意识，来达到像是提升自己的士气，澄清自己的价值观，确立自己的方向感，建立意义感等等的这些功能。在佛法的思维的内容里面，它除了理性的部分之外，它好一个部分是跟情感，是跟一个人的憧憬，跟一个人的方向感有关联的。特别是这个意念天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意念天它有很多不同的契入的角度，今天介绍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在佛法的宇宙观里面，有很多能够让自己的精神提升的方法，让自己是能够到比起人道更加的崇高的、更加的庄严的、更加的美妙的境遇去，在那个地方出生。可是在这么多的不同的方法里面，那么多不同的宗教他们所讲述的修行的地图里面，有哪一个能够讲得像佛法一样那么样的精细的？有哪一个能够像佛法一样，这样子纯善之门，来开发我们内在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发掘到，就算是非常细微的盲点，非常细微的污点，就再怎么细微的执着，只要它是一根刺，它都在
佛法的智慧的太阳的照耀之下，没有地方逃脱。这个佛法它的向善之道，它的这种全方位的巨细靡遗的交代，如何的净化我们的内心的这个道路，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在后代的经典里面，他所讲的天上天下无如佛，这样这种情绪，我想是任何一个对于佛法的道路有深入了解的人都很容易能够感同身受的。它是一个这样的纯善之道，它不像是世间的行善之道，有的时候它往往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它有的时候它顾此失彼的。佛法它这种纯善之道，它就是要你先从粗的污点断除，然后越来越精细的，而要做到的是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没有一丝一毫的污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沉重。所以虔诚的在修学佛法的人，他如果真的在认真的在做，他在还没有踏入解脱道之前，或者是正在修学着解脱道的这个整个过程，他都能够合理的期盼着将会让自己引导到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幸福的地方。整个的解脱道，你是往越来越高层的天去前进的，它不是只是追求着无余的涅槃的境界而已，而是就在你努力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的本身，它就是美满的、幸福的、有意义的。有一个修行的人，他刻意的去开发他的天的特质，他内心受用的幸福跟快乐，也是一般的人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起码心里面是向往的，是崇敬的，知道佛法它有开辟出这样的一条道路来，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不管你是谁，你曾经是谁，都有一种尊贵。你要套用一个外道的形容的一个方式，就是都有一种像是天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可以透过开发，你是可以透过琢磨，你可以透过不放逸，把那个内在非常庄严美丽的部分显露出来。让你很容易在活着的时候，在人世间的际遇是处处都能够遭逢吉祥，让你很容易在你享受着高等的快乐的同时，这样的这个高等的快乐是引导着你去向更高的快乐。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的，你若能够多用一点心，你看一看佛陀他所留给我们的遗教，这么多精辟的讲法，他最终以一个不放逸住来做总结。他这个不放逸，这个 Pamada， 他的这个意思不是只是叫你努力而已，他这个不放逸的意思是要你把你的用心发挥到淋漓尽致，让你对于那些还没有净化掉的污垢，努力的
坚定的去去除掉他们。他们都还没有产生，你已经在预防着他们，念之在之的在防护着。而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有用的品德，有用的内心的特质，遍寻方便的善用你内在外在的资源去开发它，去培养它，已经培养起来的，呵护着他们，尊重着他们，欣赏着他们，会让他们能够越来越茁壮，越来越稳靠。有那么多的好的品质，能够帮助我们去经验更高品质的快乐。光是留意其中的一个几个，多用一点的心思，还是多用一点的心思，让你自己的内心完全不被那个怀恨或者嫉妒所沾染。你把那个恨意跟嫉妒心像是粪便一样的避得远远的，一点都不想要它沾染到自己的心，因为那个心是全然的宽坦的，一丝丝的那个嫉妒的气味都没有，对于世间的其他众生的幸福是由衷的随喜，由衷的开心，知道那是稀有的，知道那是值得称赞，值得去保护的。对于世间的痛苦，你不敢轻易的遗忘，而让这个世间这个痛苦好像不断的在提醒着自己，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掉以轻心啊，多用心啊，多用心啊，意念之天也是知道有比我们目前现在这样的状况更加崇高更加尊贵的，所以我们知道谦卑，我们知道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的。然后如果你的人生是遇到很多的困顿的，遇到很多的失败的，你是经历着很多的挫折的，你可以确信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天堂是在等待着的。意念天它就是有一种对于更高幸福的一种追求，一种信念，这样的意义感。有很多现代的人，他的迷失，他的忧郁症，就是来自于这种意义结构的崩毁，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不再对于任何的意义架构有信仰，就是把意义架构都当作是空幻的、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最终离苦得乐是有意义的，这是不需要更多的哲学的辩证的。离苦得乐的那种美好，我们对于善心的培养，我们对于内心的那种光明的那个向往，这是不需要多做解说的。This is self-evidently valuable, self-evidently worthy。作为一个禅修者，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痛苦，对于已经发生的挑战不舒服，当然你永远都是勇敢的，以建设性的方式来面对。可是在同时，心里面由衷的期望着自己能够避开没有必要的多余的痛苦跟考验。如果在有选择的情形之下，在幸福中修行，那是更美好的，
在富足当中过着富足的生活。那我讲的富足不只是财富上面的，让你在安全感上面没有后顾之忧的，让你的那个精神的内容常常觉得活着真的是有意义的，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还活着，你就还有机会为自己开发出更高的天堂来。那佛法的这个修行人，他对于那个越来越高的天界，他是确信的，他知道那是可能的，他需要你用心，他需要你用正念维持着你正确的意念，他需要你坚持一直在做出对的事情。看看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所开发的那些好的特质，像是光是正念就好了。世俗的人有多少的人他懂得什么叫做正念呢？他在糊涂当中出生，在糊涂当中老去死亡，他每天就是依着这个夜袭的风，依着这个既定的生活的惯性，浑浑噩噩的。那个真念就是你清楚的意识着佛法的框架，所以这个框架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引导着你，让你在处理大的事情小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在思考着进步的可能性，你就在探索着怎么样能够在精益求精。你已经知道别执着是痛苦的，是愚蠢的，是枉然的，你的工作是你要有更大的警觉，你才能够发现到更细微的执着，你才能够把执着是更加干净利落的抛开来。这些都不是只是解脱道的内容，这也是天堂的内容。下定决心，虽然出生于这个世间，但是活的就像是天神一样，这样的庄严，这样的有尊严。所以当你心里面想起你自己的时候，你是开心的啊，真好，这是一个好汉子，这是一个好女子，这辈子是没有白活的。这样的意念天的做法，它可以是有具体的思维的内容的，它也可以是你放开掉这些复杂的这些说法，只是一个虔诚恭敬崇仰的心，不需要跟自己讲很多的话，但其实对于那个更高的更美好的有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开发，愿意这样子做。很多的同修都在问我，家里面的老人家，自己年纪已经越来越大的父母亲，没有在学佛法该怎么办？一些很多退休之后不懂得规划安排生活的人，还有一些是得了失智症，还有一些是得忧郁症，大概最快最简单的治疗的方法就是给予他意义感，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你们那么样有智慧，能把意义是建立在这个最高的解脱上面的。可是他只要有意义感，就算是很卑微的目标，包括就是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包括让自己变成是一个更容易跟别人相处的人。所以我们在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干扰的来源，而是别人在亲近我们的时候，一个程度上他是如沐春风的，他是被我们感染的。因为有我们在这个世间，所以这世界好了那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诱导着你的父母亲光是做到这一点，就人生是有意义感的，在为着一个更高的东西在努力着，不要那么样的 cynical， 不要以为这人世间就是这样子而已，美好的幸福的那是可能的。不管你现在你所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禅修的技巧，你十六圣行里面有可能你是正在留意着那个呼吸怎么样按摩着你的身体，好比说你看一看当你的内心充满了这样的意念，充满了这样的信念，充满了这样的方向感，它对于你的这个按摩效应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影响力？那内心是对于这个善有着信心的，这时候你的呼吸那个效应是什么？当你想到我所皈依的这个是佛法，这个是世间的至善之道，纯善之道，有那么多的道路，有哪一个比得过这样的 阳关大道？没有瑕疵的，佛陀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做到那种全然的解脱的，全然的烦恼的断尽的，以这样的目标作为目标的系统，我是皈依着他的，我是被他所保护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如此的尊贵，如此的有价值，心里面记持着，忆持着这样的方向感。你看看那个内心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光亮的绚烂的波涛，虽然它都不是最终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但是还是很美丽的。 It's really good to look at。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经常的那个内在的那个世界都有会有让自己动容的地方。在古印度和原始佛法的宇宙观里面，天是有好多层的，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的。然后我们的内心是可以不断的往那个更好的地方去，你是可以发愿的，你是可以而心里面下定决心，
希望我的未来的道路是越来越宽坦，越来越幸福的，越来越少灾少难的。你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坊间的人的说法，他告诉你说追求这种快乐就是一种自私，就是一种执着，其实不是的，那个是最起码的，那是一个作为一个生命体，它最起码应该要有的目标的，然后不要忘了这样的目标，不断的让自己的起心动念，让自己的行为是跟这样的目标对齐的。所以如果真的哪一天医生跟你讲你还剩下2星期可以活，那恐惧不会是你最主要的情绪，你看到你的每一天都是在朝向着光明跟善，那到了死，你的那个心主要扶持他的力量，随顺的那个方向都是这样的方向。那是一种透过对于特别高级的幸福、特别高级的快乐的向往，你透过这样的角度再反过头来看一看，你现在你有可能还在乎的、还迷恋的你的人世间的娱乐，这是佛法里面的另外一种修行方法。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佛经里面常常讲到不净观，一般人所知道不净观就是去观察自己跟他人的身体，他的污秽、他的不净的地方。他不知道佛经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透过对于那种天神的躯体的意念，然后你把那样的意念拿来比较你所迷恋的人世间的身体，你会发现人世间的身体跟这个天的躯体相比，像是猴子一样的躯体，像是一个寄生虫的一个汇集之处。同样的，一个让我们的执着越来越少，让我们的内心汲取的快乐的来源是越来越高级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意念田，就是提醒自己不要满足于眼前这么粗糙的、那么多过患的这种安身立命的处所。那佛陀他就连在求道的时候他都是挑剔的，他是吹毛求疵的。所谓的挑剔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够好的他是不会满足的。心里面跟这样的信念伴随着，跟这样的意念伴随着，然后进行着你所在进行的十六圣行里面的技巧，好比说令心欢喜。你看看，当你这样子意念着天，意念着你的目标，意念着这个你正在努力开创的天堂，它为什么影响你实践这个念珠？那个令心欢喜所产生出来的效应是什么？同样的，你有可能你现在所做的十六圣行的技巧是在练习让你的身体趋向于安稳，趋向于休息安适。你看一看
当你练习的练习着，让你的身心是安适于、是休息于这样的笃定的信念，所以你的放松不是松到一无是处，你的放松是松进对于未来的一种信念，这种从努力、从行善当中得到的信心，你是安住于这个。那样的那个 安住的效应有什么不一样？跟你只是漫无目标的放松，这两者做法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人类的那个心念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你看看，当你的心念充满了天，跟这个天这个主题，跟这个 Deva 这个主题是有关联的，它会怎么样改变你当下你自处的方法，你跟你呼吸的关系，你跟你眼前这个技巧的使用，然后它会怎么样改变你人生的命运。
于小小处于片刻时，智者除垢也共断盈。